刚好要买门票的前面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还没到湖那嘛，还没到湖那边。还没到码头嘛？码头在这边嘛，门口我们是住这边。南投县风景秀丽，是端安民众最喜欢到访的旅游县市之一。近来除了民间的互相参访，两岸的地方机关也都相当密切的交流民间事务。今日上午，福建省三明市参访团在市委书记邓本源的率领下拜会议会副议长，双方就地方文化及观光资源交流做详细的意见交换。副议长在交流中极力推广县内各地文化及观光景点，表示南投县是多山环绕的县市，许多地方云雾缭绕，不仅风景秀丽，更是夏季避暑的圣地。除此之外，南投县还有丰富的文化历史，在人文地理历史上都相当值得了解，欢迎多元民众踊跃来县内观光旅游。随着各项政策的开放，两岸交流不论在工商、文化、旅游等各方面都有大幅的成长。透过地方的宣传，希望能够将县内丰富的物产及产业行销到对岸，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。民视杨志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。